说话，好了。那给大家看个视频，这个门已经锁住了，这个门已经锁住了啊，里面没有人，先把我们东西拆进去，那放进去啊，放进去之后，好，我们现在的挂壁，那已经挂住了，那已经开掉了啊，那锁匠拿出去的时候，这个工具先往外推一点，那超过这个把手的位置，好，再把它拉回来就可以了。把它那拉回来，那它就自动的挂住。那这样往里面推一下，那好，我们到里面拍一下，进去。很简单，也很省，是吧？只要挂住了，它就能开。再开一下，每个人都会一打就开了，是吧？视频就拍到这里啊。用力一点，要快快甩台子来！甩台子来！竞拍，全网第一实拍社区，点击微信右上角添加朋友，再点击公众号搜索竞拍即可进群。